众生的这个见解呀，他只看人不看自己，就是自己有了很多很多的这个那些恶业，行为也好，心理也好，心里想的那些是都是罪恶的事情，做出来一些这个事情啊，也是恶，罪恶的。那么他都看不出来，总觉得自己都是好啊，心里所想的这个身体表现出来的事情，在别人看来他是一身的罪恶，他自己想的一身都是好事情，不是罪恶。相反的呢，他看见别人呢，别人是不好，当然就不必说了，一定是他在他看是不好了。别人就是有一点好事情呢，在他看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。这叫见诸。这种见诸，想想看，在现在这个社会呀，这个社会非常普遍。一个最显著的现象，哪里发生一个这个杀人放火的事情呢？发什么灾难的事情呢？一看死了多少人呢？杀了多少人呢？死了一个人，觉得哎，这是小事情呢。死的越多，感觉看起来这个心理啊，觉得是越刺激。这个报纸上登来说某某呢是有这个表扬这个做了一些慈善团体啦。这个善人啦，好人好事表扬啦，大概没什么兴趣看的。这就说明一般人的心理就是这样，他的心理啊都是向着那个罪恶的。好事情人家好，在他看起来也看不见。即使人家的好看不见了，自己也不见得亏欠自己啊。对于善事没有兴趣的，这个都是啊，这个见诸啊，这种见诸，想想看，众生的心理，凡夫众生都是这样的心理。想想看，这个世界好到哪里去啊？不可能好的。所以我们老师在世的时候，要想修佛，他就教大家念佛，念佛不错啊。念佛要改心，心不改的话，这个佛念呢不会有感应的，不会念到一心不乱的，所以改心是特别重要。再讲一个烦恼诸，烦恼诸怎么了？我们在这个世间的凡夫众生，眼看见各种颜色就贪求那个颜色，贪求各种色相；耳听的声音啊，舌尝的味道，就是六根呢，心里所想的一根等等，六根所对的六尘呢，处处都要贪求过来。这个贪心害死人呢。那么在过去啊，中国文化啊，那么这个无论孔子的这个学说，儒家思想、道家思想啊，这个墨家思想，都是叫人家呢去这个贪欲啊。老子也曾讲：“去之之教于多欲啊。”把这贪欲要去掉，这个嗔愤执欲，叫人家不要发脾气，不要有贪求的种种的欲望。这是中国古代圣人贤人都这么讲。为什么呢？圣贤都看出人呢都有这种恶习气，所以啊，要是
鼓励人呢，要自己要把这个慢慢的这就改，把它压制，不要表现出来。而现在怎么样呢？现在的这个中国文化不要了，这个教育界也好，这个一般人更不必说，讲的都是啊，崇拜的都是啊，消费，艰难的消费，啊，那么这个欲望的个人的欲望尽量的这个发展，色身相未处，你尽量的这个求其满足，这是现在的风气。古代那个圣贤要所讲的叫人家，人家受那个教育啊，慢慢改都感觉到是很难了。而现在的这个时代的风气啊，那更不得了，火上加油。人的这个恶习气即使那么重，再加上这个邪知邪见的学说啊，一提倡一鼓励，你想想看吧，所以造成现在这个世界上啊，世界大乱呢。这个不必细讲啊，我们个人就是看看国内国外这个社会上的这种风气，一般人这种行为，还不是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吗？以这种现象、这种行为，还有那些邪知邪见的学说，还是继续在那里来鼓动一般人心理，还是继续往下发展呢？想想看，这个世界再住下去有什么好啊？别说这个，在这一生，就是在下一生，就是啊，不堕落三途吧，就是再到人间来，再到人间来，这个人家现在呀，家庭，我看这个家庭将来呀，慢慢就都是不能够保持那种这个一团和气呀。啊，夫妇的那种这个和谐的家庭没有了。现在这个电视上天天在那里啊提倡啊，这个夫妻各自独立，不是为了这个下一代啊，个人是为了自己，那个家庭这样不分散是什么呢？在这种家庭之内，做这种家庭之内的小孩子，将来他有的够受的，所以将来在下一辈子啊，就到人家来，要找哪一个做他的父母啊，那真是难题了。你遇到电视里那些人呢，遇到那样的父母的话，那还没有出生就得是一种痛苦了，出生之后男女个人管个人的，在这种家庭之内当他的那个子女，那想想看，那是多么一种痛苦啊。这样的话说起来呀，我们修净土宗的话，不要听人家那些人的这个那些外行的话，要在这个人间净土，不要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话，那完全讲的是他不明了这个世间情况啊。所以一定要这个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去。这个世界实在是像这个《法华经》里所讲的，三界无岸，犹如虎穴呀，就像火烧起来一样的这个一个大房子，火烧了。我说你不出去啊，不出去烧不到那个盐呢，呛也呛死了，住不下去，实在是住不下去。
那么这个经文里边呢早就讲到诸恶不善，在这个五种恶事里边，这个是十恶不善的呀，十种恶业都是一天一天的表现出来，越到后来越恶化。下面说无苦所逼，被这五种大苦来逼迫。怎么逼迫？这个什么叫无苦？这有注解的有几种讲法，那么不管哪一种讲法都是苦的了。那么这个一种讲呢，是智者大师的这个讲呢是无道，无道就是这个天道、人道、地狱道、畜生道、恶鬼道，五道。那个阿修罗道呢，分属于啊其他的各道的，它不必单独的成为一道，有五道。五道这个流转的这种痛苦，这是一种讲法。再呢，根据这个善导大师的这个注解，他说这个无苦就是生老病死，再加一个爱别离，这五种啊，五种大苦。还有一种讲法呢，就是说把这个生老病死这四种并成一种，那么后面加上爱别离、怨憎会、求不得，还有无言之胜，换句话说吧，八种苦啊，八种苦原来是八种啊，八种把前面那个生老病死这个四种并为一种，这样也就算是五种了。你不管哪一种讲法了，这个五种大苦是一个事实在这里。我们每一个人啊，任何一个凡夫众生，你在这个世间呢，这个地位再高啊，做的官再大，那个钱财再多，也免不了这五种大苦。这个五种大苦啊，生老病死不必说了，任何人都有的。爱别离苦，爱别离苦谁免得了啊？这个很多人在乱世的时候啊，不但现在古时候就有，只要有战争有乱的话就有。那唐朝那个大诗人白居易啊，他的诗里边就表现的骨肉流离道路中啊，啊，一夜相信无处同啊，这个弟兄啊分散在各处，嗯，彼此怎么不想见面呢？这就不可能办不到啊！你到现在，你看现在这个是这个现代吧，中国有，外国有。那中国来讲，两岸现在是接触了，在没有接触之前，两岸分割起来呀。大陆上来的人不能回去，过去台湾过，从台湾过去到大陆上去，在这个到大陆上当兵不能回来，分开几十年，分开几十年见了面呢，在没有见面之前，彼此的思念呢，那么见了面以后啊，人不能是永久是那样的啊，从小想思念思到老，老一辈一直想他儿子想到死为止。你看这种痛苦啊，这种痛苦比死还要苦。
爱别离呀、啊，这叫爱别离，哪一个免得了？那么这个无可所逼啊，越到后来呀、啊，越厉害啊！一场战争下来的时候，死了多少人？死一个人的时候，他的亲戚、他的家里的这个人，多少在那里啊？爱别离了，生离死别了。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呢，饭吃饱了没事做，尽量想办法这个为了扩张自己的权利，争取自己的权利，把国家把这个一般老百姓的这个生死不顾啊，他也不怕挑起战争，还是个人自己呀、啊、争取自己的政权，争取这个自己的权利。这些人怎么，你说他怎么就都是在无助恶事的这些恶性众生，特别恶劣的这些众生，他才也是肯这么做的。结果造成什么呢？共业共受啊，这是种业，恶业。不业这是大家，他造成大家共同来受啊。那么这个不必说他了，这无助无恶所逼，我看现在这个情况啊不好，这个情况将来是遇到后来遇不好。那么云何当见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啊？像这些情况，一个凡夫众生自己心里有种种障碍，再加环境这些恶劣的环境，这么多障碍，你怎么进到这个极乐世界呢？这是维提西夫人，也可以说是为了我们这个末法时代的这些凡夫众生来请命的，请释迦牟尼佛啊说出来一个什么样的好办法，我们能够见到极乐世界，那往生到那里去。下面呢，就是释迦牟尼佛就答复维提西夫人的这个请求，哎呀，说个方法出来了。这个讲了个经文之前呢，有个表，还是上回发的那个表，请各位看看，把那个表拿出来，我们先看看这个表。第一面的那个啊，讲这个第二啊，在无生法忍后边那个第二项叫变妙观呢。妙观就是这个十六观，十六观每一观都是妙观。那么十六观呢，分成三大类。第一部分，也就是第一类的哈，六种观。这六个观呢，是观西方极乐世界的依报啊，依果。那么第一个是日观，就是观这个太阳，这是初步的。第二呢，日观观成就了，就是水观啊。然后接下来就有地观、树观、七宝池的那个池观。第六是总起来总观，这六种，这六种都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依报的果，这依果。第二类就是七种观，这七种观就是观西方极乐世界的正报。那么第七开始是花柱观，花柱观怎么是正报呢？就是佛这个花座，那种座，也就是只有这个佛菩萨的那种这个座位啊，就变成在说是这个正报了。第八呢是佛菩萨相观，第九是讲到佛的这个身，佛身观，第十是
特别的观这个观世音菩萨，就是观音观。第十一是大势至菩萨，就观大势至，就势至观。第十二呢是普往生观，就是从十方世界啊，普遍的往生到极乐世界的那些那些在那个一般的人，普往生观。第十三呢是杂名佛菩菩萨观。再就是啊，这个来观察一般的这个那些佛菩萨，这是一共是都是讲的是极乐世界的这个佛以及那些众生，就是正报。后面呢啊，这个三种观就是观那个三倍九品啊，这个那么念这个三倍九品啊，第十四观呢是观上品生观。上品里边有分九种啊，啊，这个啊有三上上上中上下有三种啊。那么十五呢是中品生观，啊，中上中中中下。十六呢是下品生，下上下中下下，这是三倍九品。这后边那个三种观呢，从十四开始，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。那么这是三倍九品的。那么了解这个十六观的三大类，我们知道啊，这个前面从依报到正报，那就正式做官了。做官的时候当然不容易了，你要用了一定的方法，到后边就讲到的。后边所谓这个那个三倍九品的呢，尤其是第十六关那个下品往生的啊，那就是持名念佛。持名念佛，换句话说，也就是在包括在十六关之内。十六关之内的时候啊，那些这个最下边那个造忤逆施恶的众生，念这个持名都能有往生。那从这一点我们可以明了啊，持名念佛的好处啊，恶业那么重啊，这个像那种众生，他叫他做官，他简直是没办法了。但是呢，能够有人有善知识教他念佛，教他持名念佛，他就能够待业往生。可见的这个持名念佛，你了解前面那个那些观法那些理论之后啊，你就知道这个念佛法门它高到什么地方了。任何人都能够，那下品下生的人，那个无逆施恶的人都能够持名，都能够往生的，那没有到那种的恶业，没有到那种程度，那一持名一念佛，那就是更没有问题了。所以在十六关键里面，按照这个这几个项目，我们也可以了解这个提起这个持名念佛的信心呢。后面这个里面有一个圆弧，里面有几个这一条啊，先把它用个笔啊勾一勾，勾在这个第二行那个关字跟关字相等的那一行，因为这一行是就这个三种解释的，不是只就后边三倍九品，是包括前面那个日观也是一报正报，统统是讲这个说明的。那么这里什么呢？原以一心三观观十六经啊，
圆教啊。那么智者大师以及这个圆宗妙宗超啊，用圆教来这个注这部经。圆教的时候在用这个观是呢，用一心三观，这前面讲的那个妙观了，用这个一心三观来观十六经啊。这个上面讲这个十六观，是拿这个十六观做这个所观的境啊。境数理等呢，境是各种不同的，可是你用这种功夫做成的，讲到这个理上面都是相等的，平等的，理是平等的，境有不同，理是平等的。那么正式讲这个，开始讲这日观等等，我们下一次就开始讲。